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26届 LG 杯世界棋王赛半决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的解说嘉宾，我们荣幸的请到了著名国手曹大元九段，曹大好。哎，你好，亲友们，大家好。对，那曹老，今天这场半决赛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是的，对，柯洁九段对申真谞九段，是，这两位棋手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目前人类棋手的巅峰。是的，所以这一场对决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是我们中国的杨鼎新九段内战啊，战胜了米玉婷九段。好，那我们再一起跟随着我们的镜头去棋院的现场看一看。这个首先看到的是韩国棋院的比赛现场。对，这个比赛，按惯例，近两年的国际比赛的惯例都是在网上进行的。对，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这两年的世界大赛啊，都是在线上啊，通过网络对弈的。这个画面中呢，就是申真谞接受安检。对，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届 LG 杯从八强以来的一个眼镜表。这个是申真谞，对。他们是这个界面，这个是韩国的比赛现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棋院了。对，是的，这个是柯洁九段啊，对，在这个我们的二楼进行的一个 LG 杯，昨天是内战，那么今天的中韩战也非常的关键。是，对，而且对于他们俩来说，应该说每一次交手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申真谞和柯洁之前的历史交锋上，应该是柯洁要明显领先，而且在这个大赛的决赛当中啊，柯洁都是2次2-0的战胜了申真谞。但申真谞近两年的这个势头也非常的猛。对，但是，对申真谞来说，可能柯洁就是他的一个坎。这个坎他是，他如果说是想长期的就保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棋界的一个地位的话，一定要过柯洁这个坎。对，那当然从我们中国棋迷的角度啊，我们肯定希望柯洁能够继续成为他的苦手。对，对，好，那曹老这盘棋是上午9点钟开始的，我们也先进入棋局。上午九点的话，对中国棋手来说是早了一点，但是韩国时间是上午10点，对，应该是一个比较习惯的。因为这个比赛呢，用时规则，目前算比较长的了。对，每方3个小时。是的，而且中午也不封盘，其实对于棋手们的体力是一个考验。所以他就开赛时间比较早。对。然后黑棋这盘棋是柯洁猜到了黑棋。黑棋。不过我们 LG 杯是韩国围棋规则，所以贴6目半的话，对于黑棋来讲也还是还好的。对，基本上好像胜利差不多。对，然后黑棋选择了一个错小目大跳的开局。然后白棋挂角。然后二尖低加。低加现在是很流行。对，这里面就是白棋以后飞压完，如果黑棋冲断的话，会有很多复杂的变化。是。他实战是飞压了。对，这个局部现在都是飞压的。对。冲断是有比较复杂的一个后续的变化。是的，因为白棋也有挡和长的下法。对，长的话它会藏在这里是吧？对，小尖是不是个棋形啊？是有小尖的。对，然后黑棋也有挺多下法的，好像。对，黑棋有飞的，然后也有拐的，然后还有走这边。对，这个就是比较复杂，感觉一般要比较有研究才敢轻易的去对，尝试这个下法，是不是白棋还可以？对，好像棋形上看白棋还可以。对，无论是就是你这一代行棋的话，这两个字可能得弃掉了。对，弃掉的话，这个外四，就现在的这个配置可能这样。他挑吗？挑啊。也有挑这个。挑这个啊。就如果下成这个图。这样。
这白的是鲜爽。对，接近于两分的一个比例。对，但这样黑棋可能这边其实也没有想中那么厚，所以可能这个配置上来讲，白棋是没有什么不满的。对，白的是先手，这很关键。嗯，对，可能可以在上面手脚或者是逼住之类的、嗯。对，现在人工智能的话，对这一代，这样的大规模的形式，这不，他觉得不太可怕。对，这个有各种的打入的手段。嗯嗯。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变化了，但是总体上应该说，目前特别的最近这个冲段比较少，是，可能大家就是研究的结果是黑的，可能会稍微亏一点点吧，嗯，所以都是选择这个多，对，然后这个时候要飞，对，飞。这个是必须要飞的吗？你是不是也可以跳？对，也有跳，但好像就是最近棋谱的流行度来讲，好像大家觉得飞的多，可能因为跳的。假如没有这个的话，是跳的多是吧？嗯，没有这个飞压的话，好像是跳的多。对，有这个的反而就要飞了。嗯，不可能是有这个关系吧？我觉得啊，这个飞可能会怕白棋继续来压迫你，如果你这个没子的话呢，就冲断的作战会有点不利。嗯，对，当然也不好说一定不利，但是未见有利，有这个的话，白的就不敢飞这个了。是的，就多了一个帮手，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这个地方的棋形，第二手黑棋能起来的话，还是挺漂亮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比这个会好一点。哦，就是这个的话。白棋有下一手，扳着长你这地方有个断点，哎，是，然后这样的话白的也没有很明确的下一手。是这样，它是飞。 对，所以等于棋我们要注意，就是选择飞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考虑一下对方敢不敢飞压下来。因为如果你只能在二路行棋，那肯定不满意。对对对，对手飞压一定要冲断，这个是不可考虑的。对，那这盘棋白棋是先震这个是，嗯，争这个一般来说黑的是要对飞比较多。但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就是好像 AI 就是如果飞这个的话，白的也有脱先的，然后以后黑棋呢是点白棋尖飞出来，然后实战的话它虽然是先点上来啊，但好像 AI 推荐的图其实是会还原刚刚的变化。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点总是一个要点。因为有了这个点以后，就是白棋的飞压就不太成立了，就现在冲断的话就是防住了白棋往这边飞。如果是对如果是这样下的话，白棋虽然飞这个的下的少，但也有，就是也会形成一个战斗，就是没有这个子的话，有可能白棋会往这儿飞了。对，因为当你再点的时候，白棋就有比如说转到这边的图，就有一些别的可能性。这个是完全来不及了。你这肯定得还得冲一下，不冲一下贴回来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变化可能白的有可能会飞。有可能是吧。实战它是选择了一个少见一点的，先点。先点好像也没什么办法。白棋对，白棋就是跟着赢。然后再飞。这样的话再飞这个的话就可以冲断了。如果你长了它往这儿长，对，因为眼见的这里有一个拐的这个白棋吃不消，对，很严厉。但如果你补这边的话，首先这个棋形本身黑棋跟着硬的话，对，就很好，对，很舒服，还有可能先往那边，对，这边还有可能会去先压迫一下白棋。是的，这个是起到了这个防止白棋飞这个的作用。但是人工智能的话，它是不是也没不是首选这个？对，应该这个是比较多啊。但这个属于虽然不是最常见的，但它也不太亏的一种。对对，求变，感觉也是这盘棋，好像柯洁也是希望下一点不一样的。先走了这个，然后飞。对。但好像小生的应对也很快啊，因为小生可能对布局也是比较熟悉。是。他马上也是走到了这个 B 柱。
就刚刚曹老说这个非压，因为现在暂时不成立，现在不太好，对。对，那局部他如果走别的，可能觉得有点松，他也下面。局部的话，这个地方他是有点缓，觉得是挡。嗯，挡一个也很大，其实也是挺想下的，就是下完之后就很明显的让这道点成为损的一步棋，嗯，成为一步损招吧。对。这样他是会觉得黑棋会脱先吗？因为有了这个之后，不是，他这个是两种思考方法，就是说折这个之后呢，是准备打路的。哦，就我后了的话，黑棋反而倒了。现在你走这，我可能也要打路吧。哦，就是看这一带，就是冷静的先补一个，看看你怎么来。对。等于这个是先把这个积蓄力量，对对对，然后下一手再打。说不定黑的就补一个，从棋理上来说的话，也许有可能是会回补一个，因为走在这都没意义了，这手棋就显得有效率了。嗯，走在这可能让他这白棋这一带的棋形有点凝固，不过他也没那么下，他是下了这个了吧？是的，对，逼一个。这样的话，黑棋飞棋。对，然后白棋啊，刚刚曹老说的这个要点还是走了，对，还是要挡一个。对，就是这样。现在轮到黑棋，黑棋是占是挂角，黑棋挂角，这个稍稍有一点点脱离主战场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不知道，真的也不知道下哪里，就是感觉这里很重要，对，对。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围棋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感觉这边是很重要，但是你花了手速之后，可能你效率反而变低了，因为你花了一手棋了。对，所以呢，就是没有很明确的点，因为这种棋太虚，这样的阵啊什么太虚。就是说，如果你这里有个子，万一再被白棋，比如说从中破掉的话，对对对，那你这颗棋子的效率就有问题了。这个不见得是先手，是先手的话，可能像模像样的，可能要围个空，对，这样其实也不一定是失控。所以很担心，就这个地方也不是空，对，所以黑的是脱先了，先占据大的地方。白棋，这个是一种流行，对，也是这个大跳的一个比较著名的后续手段。尤其是白的有了这个的情况下，黑棋这盘棋是选择的搬下，搬这个，搬这个的话，它是。政治有利是可以连扳，对，就是我们这个政治啊，刚好这个星位起到了一个引征的效果。对，能被连扳可能黑的不算太好。那所以一般在政治不利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扳这个方向的会多一些。是。然后白棋扳，黑棋打吃，长出来，粘上，这算是一个基本型。对。然后白棋有利和爬的下法。但通常好像这边子如果没有子的话，就是会选择力，如果是黑棋紧紧的逼住的话，就是白棋有可能会凑一个贴出来的步调，但这盘棋的格局可能力一个会常见一些。是。然后黑棋飞一个。飞。这应该也都是必然的。对。对。然后白棋拆二。所以白棋其实也算是一个适应手啊，并不是说这两个子一定要马上跑出来，而是通过定型加强上面的这颗棋子。对，这个地方因为被黑棋再拦过来的话，白的这三颗子太苦。对，就如果你是可能去别的地方行棋的话，这样的话，他是先自己站稳脚跟。黑棋定型了一下，黑棋顶一个，对，他也是觉得白棋基本上安定的话呢，那我这个下法就不损了，对，然后转到
脚上踮脚，也算是一个步调，那你把上面定型完以后再取一个实地。但是这个局部左上角踮脚之后，这个局部的变化肯定它是后手。嗯，那现在这个格局白棋是选择了粘上，可以了跳出来。嗯、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了。对，就这里轮到白先动手，会怎么动出这两颗棋子？对。白棋我们看到的实战，这个棋一般的思路的话总是着重于直接出动这两个字，对，就是可能就是尖、啊、或者是或者先尖，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啊？不知道能不能尖着。对，如果能走到的话，对，也是有可能走不着，都有可能、有担心的地方。嗯，毕竟黑棋这里还是有两个接应的。对，因为你这个被跳着还是挺难受的，但这个应该不行。如果是这个能满意吗？他长出来都可能都可 可能都可以，对，长出来都可以。这个长一个比较狠。这个好像杀气是黑的，把白棋给吃了。所以搬只能搬这个，我一退的话，黑棋好像比较有利，这个好像走不着。哦，走到这个呢，如果能走着，像是想飞在这，不过单飞呢，那就单飞他会冲吗？那会不会冲吗、会冲吗？也不一定会冲。或者我靠什么？靠他也从也算是从外面便宜了一下。然后就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样。对，感觉是两种思路，就是借用这边然后去看中这边的冲断，还是说像他实战可能是利用这边的味道去跑那边。对，他是瞄着这个尖。对，他是先走一个。嗯，但是他这个步调总觉得什么地方还是挺奇怪的，就是白棋这个步调，他是先这里走一个，瞄着这冲断。嗯，那么他作为一种思路的连贯呢，就是说你走这个，我就动出，对，我要出来，你要在那边硬，我要把你冲断。嗯，就从这步棋的语言上感觉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像他走这个时候，他白的竟然又下来这了。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方法。对，因为看起来至少直观的看，就这两个交换应该是黑棋对这边的战斗更有利的感觉。对对对，嗯。但他反而这样动出，对，他正好还在追究你这个棋形上的一点缺陷，他就是动出了。这个地方黑的确实也不是太好办。嗯，他这个子的位置确实也间接的起到了一些帮助，比如说他一着急我用一下这个的话，黑棋这边的封锁还是有一些比较纠结的地方。对，因为你走这个的话，它可以这个如果用上一下的话就能够出来了，是，你就没有办法硬搬了。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上面有破绽，然后中间这边联络也有问题。是的，这其实它是靠住的话还是下什么挖吗？靠住的话那可能是担心，因为搬的话被一断，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手段，打可以长。对，那就是可能要先问一下黑棋。哇的话，假如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出来，应该白的是还可以。嗯，这样的话，这两个子白棋就明显便宜了。是。但如果走外面的话，那就只能是长在这儿。不知道有些什么后续变化，这个挺复杂的，是吧？有个冲吗？对，这道如果硬住的话，硬住后再顶出来了，好像是吧？哦，这样，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只能冲。我把这个接回去。对，然后再冲。一段，哎，好像出问题了。黑棋因为这里只有三口气，然后这边是一个气紧的状态。这样是出问题了，不过好像当中也许还是有某些变化。不过好像是就是有个挖，对，有点凶险。黑棋这个地方就是有个挖，所以这个时候黑棋也是没有那么好封头的。嗯，是战，他是这步棋好像白棋
这部其实黑泽航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考虑。对，因为我们刚刚看眼见的这两个封不住。对，但是这个呢也很明显，这白的一出头也没有封住它。是是是，他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是有点需要去考虑到底这个地方怎么去处理。对，实战他的选择应该也是觉得就是封不住，只不过他找了一个他觉得比较好的定型。他实战是飞在这儿。嗯，对，但其实我们看到如果看成有冲一下的话，白的一靠黑的也是不能把白棋封住的。嗯，冲一下这个是吧？对，比如说我们这一下是先手，他是先手，他这应该扳住。那我其实最简单的，对，他这个不过他这打这下你也挺难受。嗯，这可能是他的用意，他觉得虽然你可以联络，但是你这个棋形也不是很好。对，也依然还是白的还是挺苦的。嗯，这好像也不太能接吧？接可能长了被他这封上。嗯。是，他实在是这个没冲，他是先长，先长、这个、长的话，就先他长，如果能再活，可能会就比较好。嗯，所以如果我能走到这一下，对，哎，我啊、哦，对，直接虎就可以，对，因为我这个眼见还有个断点、嗯，对，所以在长的时候呢，黑棋是使出了一个挖，嗯、这是一步好棋，嗯。如果白棋吃这边的话，嗯，他是要断，断吗？嗯，哎，他单接也一样是吧？啊，单接是一样吧？嗯，这样我提提的话，急还是接也好像也一样，嗯，是吧？对，那可以急啊，急可能好一点。嗯，这样就是这有个断点，然后你这边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事。嗯，这个是黑棋的一个用意啊，柯洁通过一个挖的手筋。嗯，那么实战呢？嗯，白棋是交织在这里是吧？对，相当于是他就是他白的就不想在这里落子。你如果接在外边的话，他这个也不跟你提，跟这个交换，他就直接就接在这儿。嗯，这样我等于说看清这俩，我至少保证了这个棋筋的联络。对对对。所以黑棋相应的是粘里面，粘里边，这样打吃这个粘里边。嗯，啊，白棋打吃一下。嗯，然后冲。嗯，冲这个黑的是挡不上了。对，挡上的话，断对，这个白棋还是先手联络。是这样，白棋可能出头，黑棋自己还没有活。对，黑棋就一个眼。对。嗯。所以冲的时候黑棋也是要跟白棋转换了，就是退。嗯，退的话就必然的就形成一个转换了，再继续往下冲，这依然是不能挡的。对，挡的话它好像是不是断更好。嗯，还可以追求一下。对，嗯，这样你打我就再立你一下、嗯、这个黑棋的棋形很头疼，不太好，所以不能打，依然还是退、嗯、对，让白的就下去。嗯，那黑棋把这个子吃掉，这样就形成一个转换。嗯，感觉怎么样啊？曹，这个状态好像差不多吧。嗯，也是两分。对，我觉得是差不多。嗯，这样等于说白棋还是在有很大的收获、嗯、但是确实黑棋上面的这个地方、嗯、等于也是没有花手术就也吃到了不小的实地。对。对，那这样局部是定型完了。白棋呢这一带他是选择了一个跳，不再间接的补。对，这个地方其实黑的还是能够出来的是吧。嗯，比如说点一下以后、点一下，对，这个比较凶。对，然后看点一下贴回去。对，他好像只有尖这个吧。嗯，往外贴。对，嗯，就如果我们能形成一个双方对跑的话，那么这个带白棋其实基本上不仅是失控啊、嗯、以后可能眼泪也没有特别的充分。这是一个黑棋以后有可能的后续手段。嗯，这个很厉害的这个跑、嗯、啊，对，非常非常刺激的这个下法。是点在这里，然后把它贴回来、嗯、对，
但实战黑棋是没有选择这个，是挂那个角是吧？对，也有点意外这个。嗯，其实今天这盘棋这两个挂角我都稍微有点意外。哦，就感觉可能有更着急的事情要。对。感觉黑棋这步棋的态度呢，就是他觉得这个地方我就当成自己可能就不要了吗？对，没想出来嘛。嗯，可能他是这个考虑，但确实我们看接下来就是白棋尖，黑的是要跟着走一手的，黑棋是拐了跳。嗯，那这样的话，感觉不知不觉间，白棋中央也是有一点点发展，嗯、然后实战再压回来、嗯，这样还形成了一个呼应。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种定型，对白棋来说的话。嗯，所以曹老可能是觉得，如果这个挂角看看这个动出，这个、如果啊、嗯、可行的话，是很严厉的招法。嗯、是。对，实战这样的话，感觉在下方到这一带的厚薄上，明显是白棋要厚一点。对，然后黑棋是选择点角。对，这地方不可能，他不可能简单长一个了，或者是，嗯，对，长一个这一带规模有点大，嗯，对，无论是尖，可能也是类似的，嗯，是这样，总之是白棋形成了一个阵势，这个阵势几乎就是马上要打入了，对，但打入的话又感觉白棋这边很厚，就是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选点应该怎么考虑？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时机应该是没有了。现在，嗯，因为白棋多了这带的接应、嗯，可能在这一带过来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地方是这样，你走完之后，实际上还要担心对手在这里的夹击，无论你是小尖也好、嗯，长也好，嗯，就还没有定型完，可能本手本身是还要再走一手的。是的。但如果现在黑棋还在这儿画一手棋的话，那白棋这一带的发展肯定比这条边要大。嗯，对。所以黑棋等于在这个压长定势之后啊，它不能选择一个比较常见的定型了，它、嗯、是点进去了。这样的话，白棋因为一般这种棋形再去经营，被黑棋爬过来就比较损。对。所以通常白棋就通常是要主动。嗯，然后黑的方向是挺好的，转到这来了。嗯，但局部来说的话，本身这个定型应该黑棋的效率没有那么高，就有点吃亏的一个定型。嗯，嗯嗯自己已经缩在二路了嘛。是，而且白棋好像抢到了一个先手啊，他把这个刚刚曹老说的这个手段补了一下。嗯、对。这样确实，如果白棋这一带都是空的话，它这块空的效率也是很高的。看数到什么地方了。嗯，你如果这种地方都点成白的木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嗯，这地方应该暂时不能算白棋的木。嗯，你可能点木算到这一线，其实白的应该很满意，很满意了，很满意，非常满意。对，大概都不能点到，点到、嗯、点到这个都给他点木都不大行。嗯，对，但是确实白棋补完之后，如果以后白棋再有空补一手的话，再来一个就厉害。哦，那这一块就很客观。再来一个，比如这种凶一点，再往外一路，那是。哦，但黑棋是先把这补了。嗯，这个绝步就这样的一个绝步的话，作为就是绝步的后续手段。大概有这几种吧，这是断一个、嗯、挖一个。嗯，这个断也好，挖也好，反正你走在哪，我就把你黑了，就做黑棋的立场来说，一定把你哪里吃了。对，你如果断这个，他一定是把你吃了。这个定型，白棋可以阻度黑棋，但是呢，因为先把黑棋送活了，所以白棋也是要慎重的考虑。对，但同样的，曹老也说了，如果挖这边的话，挖这个可能更不好，对，这个吃的角太小了。对啊，方向上的话，对，吃这个被黑棋走过来，对，这个肯定是亏的，挖这个不能考虑，断这个是可以考虑的，这个绝不、嗯。还有一个下法就是靠在这上面。嗯，如果你敢搬的话，那我一挖，你这边就会出现两个断点。对，这样是不好的两边，但如果你走别的话，你如果走这个，那我再一断就比较厉害了。嗯，所以可能靠的时候黑棋也就是回来吗？不知道呀，对，棋形确实也不是很好走，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可能就卖了场、啊、嗯，以后还可以搜刮一下黑棋。嗯嗯，这手棋也是挺大的。嗯，所以局部曹老给大家介绍了三种啊，就是走这边挖和靠、嗯、他是什么都不下。嗯，他下了这个，补一个这个、嗯、那黑棋就把这地方给补了，黑棋补在这边。嗯，这个补和这个补就感觉一个是更看重于中央的出头，一个是对这个脚上的失控，还有包括跟这边的以后可能黑棋会有一些先手。是因为你走这个被他那个加一个确实很难受、嗯、对 你现在还不知道接好还是搬好。嗯，可能还只有搬。对，但这样白棋这个是先手以后、黑棋这边就是自己一个人是孤棋了，白棋相对会厚一些。是的，而他实战的这个补法呢，至少黑棋以后有可能这个摘一下是先手，那感觉把白棋这块呢也是可以牵扯进来。对，所以这个他实战是选择的补这个。这个从控上来说比较好。嗯，是的。然后白的就把这个吃了。对，因为既然你补在这儿，那么我吃完以后，其实我下一手以后还有机会。对，还能围。嗯。然后现在就轮到黑棋做决定了，因为基本上边角已经定型的差不多、嗯、那眼见的白棋这里有一块模样，要怎么去清消。对，因为现在黑的做黑的来说也不敢太深入、嗯、因为这一带白的已经厚。对，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是白棋的后势。嗯，对，如果你太深的话可能白棋有可能真的是要外攻是吧？对，这样看起来黑棋离自己的家还是挺远的。嗯，嗯，实战他是选的这个位置。他也确实也特别浅了，这个。对，这个就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其实留给了白棋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围控的点。那这种地方就是挺难的，就是、嗯、到底就是哪个先天是最好？挺难的，对。就走在就是分寸感嗯在什么地方很难掌握、嗯、对，就可能看上去比如说这四个都是可以想的、嗯、但是到底哪个是最好的。对，其实这个也蛮像一个点的。对，这个就是实际上逼着白棋没什么棋下了，只能来攻你了。对，因为我这没有围控的余地了、嗯、我基本上就是要从外面过来。对对对，或者是怎么样去就是要从外围来进攻了。嗯，实战黑棋是这一路就比较安全一点。感觉今天这盘棋其实柯洁好像不是很着急、嗯、他好像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相对就是感觉希望把棋局导入一个收控的那种感觉。从之前也不动出嘛，就一直在抢占边角、嗯、这个到现在为止决议给出的胜利也是挺接近的。 嗯对，所以他们俩今天的发挥也很不错，两个人就是在这种比较难的选择上也都是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水准。是啊，那当然这样白棋就也比较会下了，就围控了。 对，不头疼啊，起跳一个，跳一个，他想去外围多一个子呗。对，他就觉得你无论怎么跟我硬，对，有手段。实战白棋是尖的硬的，尖一个好还是这个好，真的还很难说。嗯，可能第一感曹老是不是感觉是挡住、会觉得这里完整一点。哎、对对对对、嗯、这地方总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比如说这地方我尖刺一个，按理说我要粘，这不就有断点了。对，这一断。对，这眼见的看着也挺吓人的，这个吓人。以后是不是我可能组织一下还是有一点点保这里，或者说至少我在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先手。对，嗯，就是这地方有一点点薄的意味、嗯、但它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至少对至少威胁了一下，这一冲就是断点很多。嗯，对，这个是更凶狠一些。是的，嗯，实战啊、哦、黑棋去飞这个，来飞一下。没想到的这些事。嗯，可能就这种格局确实是一个比较迷茫的时候，到底是这边定型还是
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决步啊，我看见决议给出图一直说强调这个力，我是挺赞同的，就是这个决步立在这里。嗯，白棋可能要倒下来，我就在外边吃两下。哦，通过弃子能够在这里得到两个先手。是，并且现在这个你这么厚的情况下，我黑的脚里的棋形太完美了。嗯，活得最充分的一个棋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棋形的话，嗯，可能你还是有所担心了，起码以后还有点进来的，直接走在二二上。对，这个地方白棋是有这个手段的啊，所以现在虎在这儿的话，你这种子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是很赞同黑的下这个力的。嗯，而且因为现在争子不利，白棋也只有挡。对，就是你立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去走这边被你拐回去，或者是走外面，那这样黑棋的失控，这样黑棋太就太舒服了。 嗯，所以基本上你一立我肯定是要被你下成这样的。对，但黑棋他实战没有这么选择，走这个，对，他先走这个。嗯，那地方白的应该找机会应该点一下，我觉得。哦，问一下黑棋，这个是不是还是得硬啊？不硬的话，不硬本身就挺大的，它有，对，很大的感觉，它有这个接，对，你完全不硬的话，它有这个接，很难受。对，关键你借你怎么办？我能吃在这儿是吧？对，然后我再挤一个，挤一个有问题吧？对，挤杯菜吃。啊，挤不行，挤杯菜吃。啊，对呀，啊。那我就吃掉了，有点，那我有点不舒服，我只能。那我还是有问题的。不是有问题了，这个就。嗯。那你要先吃的话，先吃就白棋就很安心了。对。这一带的余味都没有。再也不担心你跟我。并且这个本身就特别大。对，就是如果你比如黑棋损掉这一下了，那我自然白棋就不粘这下，我就算走这个，其实也是个先手很大的目数。对。对，所以这个点其实对于黑棋来讲有点难受，因为我跟着硬总是觉得被便宜了，毕竟我很厚的情况下，里跟外多了一个交换，那你可能还能走到外面来。是，这个地方柯洁一直没点，这个可能也有所担心，怕走不着。嗯，走到的话应该没有不好的理由吧，然后他也许觉得亏摸，就这个是后手了。嗯，对，在脚上以后受控的时候，对，有一点差别。嗯，也有可能。对对，看中目数的话，因为我这个挡你再叫吃，这个是绝对的后手。对，就不是先手了。但本来的话，如果从纯收目的角度，这个脚上 对，以后我可能目会好一些。嗯，但不管怎么说，感觉实战白棋深圳序就从这补回去的话，还是有点被便宜的感觉。嗯，稍稍便宜一点。对，可能其实也差不多是吧。对，但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有反击的一个心情啊。可以先还点一个，这个点着还是便宜，我觉得。嗯，实战就是跟着硬，深圳序可能对形势判断比较乐观嘛。嗯，显得很平稳的下。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胜率上双方是均势，依然是一个五五开，很接近的局面。对。哦，但黑棋的下一手，其实黑棋的这个招法看着也像觉得自己形势不错，因为刚刚曹老说这里明显这个有点余味，但是到底怎么样也不好说。对，但黑棋这个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定型掉了，我们不考虑以后。他这个定型掉吧，其实也有点是白棋硬手的意味，就白的补哪？对，怎么补法？还是想要目数。对，想要目数。目数的话，这个上边是有一点点余味的，是吧？嗯，至少是有这个点。对，至少点我是得看成是你的。我再接这个吧。然后你接，嗯，冲过来，大概就是这样。嗯。不过作为白棋来说，如果假如不接在这里，这一带他确实没棋补了。嗯，我。肯定吃不上去，吃有一点。对，他我大概就是这个。哦呦，这个很难受，这个被黑棋打吧先手，所以黑的上下打吧都先手，他还是觉得得利的。嗯，就他觉得这样定型的话，你这块吃了我这边也便宜了两下。对，嗯，柯洁呢也是，其实他吃这个也是蛮有想法的，看看你怎么应。嗯，作为白棋来说，
追求实控的话，它应该是会下在这里。但是下在这里，它的对白棋来说，它的一个缺陷呢，就这一带劫材变得特别多。对。所以呢，柯洁呢是想着啊，一个连贯的思路。对。那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打吃没有那么厉害。对。就虽然说黑棋多了这个劫库以后，你可能在这边劫材有了，但是这个劫本身对于白棋来说并没有那么重。对。等于说你要一手，然后以后再开上来，对，可能才会对我有影响。对。我还是觉得决议推荐的这个力挺好的，就是我们干脆不要想那个劫材了。那不想这劫材，可能柯洁也未必会马上定型这个。未必会提这个，但这个木稍微亏一点，被他接在这里。是，所以这是提这个跟这个打劫思路是连贯的。对，应该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问应手让你很纠结，然后你硬在那儿，我就劫材多，我就可以给你开劫。我这劫。还是白棋还是比较轻的，他有回旋的余地。对，比如说他先吃一个这个，吃一个这个，你要提劫。白棋就都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不，这个劫不是很关键。我现在中间补了一个。他也是挺好玩的。其实白棋也是有劫材的。就是至少有劫材，但它有点损。比如这种，它肯定不能接。这个有两个劫材。对，这个是一个断，一个是劫材，两个。他这个就是觉得，那个补一个很大。就是那边不是太看重这个劫，可能白棋还能缓一缓。对，因为他觉得首先我肯定不怕你这样。而且我又不一定要走，对，我可能就走上面了。对。对，然后你要是真的开这个劫吧，那就中了。那黑棋的风险很大，而且其实我们看，真的黑棋就算是消了，对白棋也没有说致命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劫开上来，对于黑棋来讲，自己是要很有勇气的。所以可能这也是小生自己中间冲了一个的原因，他觉得你不好走，但。不好走的话，黑棋既然这个构思它就要延续下去，还是先断造一个劫，这个是制造劫材，断那白的肯定是压，然后黑棋 开上去了，然后他希望以这个里面作为他的劫库。白棋跳，黑棋提劫。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劫争，那白棋先找这个不损的。白的提劫。黑棋也会找这个空里的本身劫。黑棋挡下去。对。白棋受气。黑棋提劫。对，这个好像是个要点是吧？但挡的话有点问题，比如说挖什么的有问题吗？如果都硬住。没问题，那我走这个有问题吗？会有点问题。搬冲了挡上，搬我还也快一些。刚刚这个图是不是有点？有点。这个。我提。也就冲一下，做个眼就行。也来不及。对。正好快一起搬。对。但这样可能结特别多。劫都是多的。一样的。一样的。他先劫一个也没什么不好的。他实在是白棋挤在这，黑的提劫。白的找劫。白棋断一个是吧？这个都是命令型的劫材提回来。黑棋粘。粘。粘会不会有一点点损？损是吧？就是不知道以后跟比如我这一代收官有没有一点关系。粘的话，其实白的要挡这里，他觉得会有点问题是吧？挡这里，他觉得会以后会不要跳吗？有没有这个可能？跳了粘，气也不够。黑的还是不够吧？黑的。不过他能加总是加的。他加完的话有可能黑棋这木就亏了。对。就你收上面的话，我这以后一小间对你还是被我收回去。他现在加着一下，他再无论你下的什么，你搬我打吃了再把你这个蒙上就行。对。这个好像这一下其实黑棋实控是亏了一点点。亏了对。但是他为了打赢这个劫。
然后白棋啊，白棋压这个，这个挺鬼的。对，因为正常黑棋可能是要长的。对，是。但这样的话，眼见的这个白棋以后的劫还挺舒服的，找找劫财。嗯，他对找找劫财挺舒服，以后还有至少有两到三个劫财可以找，是吗？对，而且这样白棋找劫的时候，其实黑棋本身也是有点难受的，所以可能黑棋就觉得，既然我现在以劫为看重劫的话，我就。那不这局部好像白的又获利了，嗯，是吧？这地方白的长啊跳啊，这个局部白的本来假如这里没打劫的情况下，这个局部不可能想成这个样这样定型的。对，黑棋永远都是长的，应该说对对对，是因为很明显现在这个紫白的最起码可能只能放在这儿。对，但现在你自己缩回去，你除了多了这一目棋以外，嗯，对于外围的帮助是很小的。是现在因为这个劫。太重了，对黑棋来说，因为又花的时候，其实几乎不能考虑让白的提掉。对，所以他是大局为重了，接回去了。嗯，但其实不知不觉间，就黑棋这一串的定型呢，在胜率上还是 AI 是给出了一个不好的评价。这一段下完黑的还是不太好。嗯，提过来。嗯。对，然后白棋可能觉得黑棋没有。特别舒服的劫了，啊，黑棋白棋立下来，就自己也把自己走中。其实好像没必要，是吧？嗯，本来可能白棋是不是说这一带还有没有劫？这一带，这个大概是劫吧。是这个有点大，太大了。啊、嗯，那这个是劫、嗯。如果找这个劫的话，但黑棋倒是也有劫吧？黑棋可能再找找本身劫。嗯，就让他找一个，找一个白的，是不是就可以放弃了？跳在这里啊什么的。嗯对，是可以放弃了。嗯，是这样。白棋的态度呢，是他觉得你劫不够，你打不爆我，所以他先立下来。嗯，但本来如果不立的话，可能就像曹老说的，白棋可以清处理。你立完了以后，基本上的这个劫你还是得要跟黑棋打一下。这个劫立下去之后，黑的也变轻了。嗯，因为你毕竟在这儿也花了一手，就变轻了。对，对。白的提黑棋，闯、一个，白兔。嗯，好，提劫。嗯，这个时候因为是被提到这儿，没有劫才找，现在一个劫才都找不到。对，那只有粘上。嗯、这也粘上。嗯，好，这样。这样确实对黑棋来讲呢，再开就成本太高了，所以他也是都不开了啊。先在中间定型。嗯。但这步棋本身并不是先手，本身不是先手，但是后面有两步先手，他这压过去挺舒服的啊。我如果硬接他扳着、啊，我还得补。嗯、对，他等于是这手棋也挺有价值的。对。但这样的话，白棋实战就是把这个给补了。相当于补了一手，哎，好像也可以断的。哦，就跟着硬。嗯，那这里还是挺大的。嗯，那个劫实际上现在已经小了。啊、哦，白的，就黑的也不知道怎么下了。对，黑的可能只有开劫啊。但开也有点，这一手劫也下不上去。黑的这理想型啊，嗯，走这个我已经烧高香了，嗯、我就走这个。啊，你补一个，我但是我不肯补了，白的肯定也不补。对你永远走不到这一下，你走这个我肯定出先了。你比如跳这个，就是这一代双方都很无趣的一个地方，都没什么好下的。不过作为白棋来说呢、嗯，他可能觉得形势还不错，他能提到这样的。嗯他就解消了黑棋真的是跟你开劫的这个机会，嗯，也是不错的，所以他抓紧机会有劫就先提。不过现在我觉得对黑棋压力更大的是这个段，嗯，这个地方把难题留给黑棋，不要先提劫，黑的可能也不好下，我觉得，嗯，你先提这个呢，我这地方我能压着还是可以的，对，嗯。这样黑棋有一点收获。嗯，对。嗯，去提。啊，白棋吃。嗯，这个还是能吃着了。嗯。
啊，吃完它也这样，实际上已经没有解了这局部。对，白的提不提都 无所谓了。嗯，啊，白继续尝这个，尝这个好还是这个看着也挺大的，对，对，跳这个也是挺好的。嗯，可能他觉得就像曹老说的，这个被先手扳一下啊，他觉得这我逆收了一个，就是我一方面逆收了一定目数，另一方面我可能对你中央有可能后薄上有些关系，他是觉得这个大，但眼见的就这个棋形黑棋扳头肯定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一扳他实际上藏了被黑棋一扳，对，他还是提了一下是吧，嗯，他一直不放心，对，其实白棋可能其实我觉得还是不要提，对，有点想走在这一带，你凶一点就走在这里啊，直接，嗯，我有扳，有再下步我就走在这里，对，如果比如说你觉得挺头、啊、那我再挺头对白棋没影响啊，上面，嗯，我再走这个呗，这劫就是就打着呗，嗯，他这个棋，我总觉得白的有优势一试。哦，从他后面的进程看，对，是，因为他提了一下以后，他也就飞在这儿。这个也挺缓的。对，其实像刚刚曹老说的，这个打入依然是存在的，因为白棋肯定不会比黑棋薄、嗯。那我其实打入，然后这地方，白棋如果在中间走的，看上去其实也不合适。我因为打入的话，我肯定就不提这个，可能啊、哦，对，就是思维不连贯。就他如果想打入，他可能就直接打入。对、嗯、他提的就是想收兵了。啊，那看来这一阵，我觉得小生好像有一点点优势心理、嗯，就他对局面的判断还是挺满意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无论如何是一步还手哎。嗯。这样黑棋就跟着一。对，这个黑的太舒服。很满意啊，在这一带围了得有十来目。这地方我好像记得人工智能有一个推荐图在这里哦，这好像还真是挺不错的一步棋。嗯，如果你出头，那我就冲断了。哦，我都对，这个有点严厉。嗯，棋很紧。他就是我。他是这样，他你压这个的话，他好像也是要扳了断你的。哦、他还是要封头。还是要扳了断你，因为他是不能。就是说让你在这一带通连上的，嗯，那我这块棋不太好，也要往外连，那就不太好。它就是这个的话，实际上这颗子跟这颗子是很有关联性的，嗯，就是这一带不能让你轻易的出头。对，你如果接我就靠住你，如果这样啊，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吧，嗯啊。那你如果走别的，那我可能再回来，比如说我再过来，那也好，那肯定也好，我说不定还能下线、嗯、这个你太亏的话，我真的就让你这出来就出来了，嗯，当然这个我已经便宜了，也已经便宜了，嗯，实战这两手棋是有一点缓的，嗯，好像之前黑棋开劫的这个策略呢是降了一些胜率，以后白棋随着这几手比较缓以后，黑棋的形势又缓和了一些、对，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是的，嗯，黑棋点一个啊，这个也挺舒服，这个终于被黑棋点着了，对，所以就之前白棋很想找个机会，对，现在被黑棋点以后，眼见的可能这个地方、啊，就这种点对人类棋手来说的话是有点疑惑的。嗯，它有两个需要考虑的。第一，能不能点着？嗯，因为你有可能点不着，点的话，我脱先，黑的脱先，白的便宜不便宜，这是也是要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判断嘛。嗯。然后走着了便宜不便宜是第二个问题，对，这个走着了你这个打吃是后手了，这一代的官子就产生影响了、嗯、这个好不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由于之中呢属性就也是一种经验，也都是下棋的时候就算了嘛，因为点着也不一定便宜，还不见得点得着，就是可能这句话可能可以这么说，对，但是当对手点的时候呢，又心里又会有点后悔。不过这个点
人工智能是一直是强调的，嗯，就白的是要找时间点点的，黑的找时间也要点点这个、哎。那这下被柯洁点到了。嗯，好，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嗯，白棋打了一下，打了一下再冲。啊，白棋打这个是吧？对，打了一下再冲。这个、嗯，那黑棋还可以反冲。嗯，反冲。嗯，这一带。黑棋下的不错，对，黑棋先断也是一个好棋。嗯，这样的话，白棋如果硬的话，黑棋挡。嗯，对，这个地方等于是如果你直接挡，那就被我直接就冲出来了。嗯，这个棋形，嗯，要注意。但是我先断一下的话，哎、嗯，我现在在挡的话，你是要提回去的。对，所以这个地方黑棋是先受便宜了。对，然后再飞这个，是，对，应该说之前可能开劫黑棋稍差之后，随着白棋这两步缓完以后，黑棋这一串又定型的比较好、嗯、对对对，然后下到这儿的时候，这盘棋其实又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又是完全五五开，嗯，对，非常的接近啊，现在进行到了，是，好像觉得从趋势上来说可能还黑的有利一些，对，因为感觉白棋是一个在节节败退的一个，就是稍微一直在有一个微弱的亏损。这手棋也下的，柯洁下的很漂亮。嗯嗯，这个点是决议的第一选，就是最大限度的去、限制白棋在中府的一个发展、嗯。是的。嗯，那这里白棋如果从这边分段的话，是不是黑？自身对也不是太好，也很薄，对，然后他还是有眼位，我觉得，嗯，就比如说如果这样啊什么的、嗯，这地方我跳，哎，这我得跟着硬，可能，我就感觉还是先手，也先手，嗯，那这个好像这个小房子搭一搭，对，这白棋自己也没活，嗯，所以不担心这样分段，那我们看看实战，实战，好，是这样。他放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一种局部的一种手段。嗯，当然对于这个靠，我想、黑棋的这手棋下这手棋的时候应该是有备的，但是这地方不知道是网络的问题还是柯洁正在长考、好久没落子，对，我们都等得有点心焦了，这是咋回事情？对，因为一般我们看的话觉得他既然敢飞肯定是想过这手棋的，对对对对，但你迟迟不落子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对，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对对，但最后经过了一番思考他还是搬回来了，还是搬回来了，因为这个搬之后啊、接着这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常用的关联的手段， 对，这是挖了再挖，对，就这地方、可能有些棋友会有点疑惑、可能随手就会下到这段、觉得也好像像不齐，不过这地方好断的时候正好不太行、他打是一长，就这个白棋就没什么有效的后续手段了，嗯，是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看起来像是一个好手、但是在现在这个局面刚好不行，那这个挖呢？挖了再挖，这个是也算绝不是很漂亮的、连贯的两手棋了。对，因为它防住了你吃外面，这吃外面被我一双脚吃，马上就双脚吃。对，但你如果吃里面呢，我一粘，嗯，虽然你可以把我提掉，但是这个打吃呢，由于你脚上也没有活，就是分段。脚上活的，但是就是比较惨。不要活的，你这个子不能要啊。嗯，这个子你是也没活，不能要的。就是说，要的话，以后我一打吃一顶。嗯，这样就不活了。这样就不活了。对，那如果说这个子不能要的话呢，黑棋就只剩下自己去苦活。那么他这个挖这个再挖这个，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先挖这个，那他就毫不犹豫的可以把你吃了。嗯，你一粘。对，甚至于这个也行，好像一样。这个你也要挖，反正就会下成这个。总之你冲不到我这下。你冲的时候，我这个就不会挡。嗯。
因为我既然这个子不能连，那我这个交换肯定是亏的。是的，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挖了挖是一个好手，但是黑棋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应对，就是他现在可以单退。这样的话就是白棋依然有不是特别好分段黑棋。对，白棋当然不能缩回去。缩回去的话被他拐住，什么后续手段都没有。对，而且黑棋中央跟这里你的段也不严厉，就形成了一个基本上连上了。 对，是的。所以他还是要出去。出去的话他等着黑棋来打，吃白的藏在这里，是这样吗？就看上去你提了，但是呢这空很大。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棋不能贪吃。黑棋要搬在这边。因为如果你走的话我再吃，我这个或者是我就我还可以压，好像对是吧。是走的，我再吃我肯定我也便宜了，便宜很多了。所以他是接回来了。对，粘回来。黑棋也下得很强硬啊。黑的是对粘上。然后就是看这个扳了。白的这个扳能不能成立，这扳如果不成立的话，这白棋将这个局部的变化将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对，就是看这个扳能不能成立。扳黑的也要反扳，然后这个有断点，这个也有长，还是有点复杂的这地方。不过白的肯定要在这一带想办法。是的。那曹老之前黑棋有可能虎这个吗？但他局部的气很紧，这个气息。虎这个被他掰一下，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太难受了，可能。但我可能只能接上。对，那我木可能亏的有点多。对，这样子是我中间好一点。中间是好一点，他可能缩回去一步。就是这两个交换确实本身的木还是很亏的。对，是的。就是他假如能够接，那肯定是接好，这里还能够有手段，那他肯定是接，这个是局部的最强硬的一步棋。对。好，我们看他搬这个。对，然后黑棋搬，白棋断。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因为刚刚曹老说了，如果黑棋这个地方没有手段的话，那他这步粘其实可能还真的未必有虎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黑棋有没有可能在中间去利用白棋的一个味道啊，就是做出一些文章。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棋友们也可以跟在休息的时间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想一下，帮助柯洁九段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看。好的，一会儿见。天元围棋会员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看的呢是我们今天 LG 杯半决赛柯洁九段对阵申真旭九段的直播。对，那刚刚我们说到啊，这个中间就是黑棋扳白棋断，然后这接下来黑棋肯定要看看有没有一些手段。对，因为这里直接出动的话是不太行的。他再拐一个也可以。对，黑棋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吃住这三颗棋子，一走他就出来，我就吼。对，这样就跑了。是的，所以马上动出呢暂时是不行。那看看他能不能比如说找个地方借用一下，就看根据我们刚刚这个就可能在这一带他要有一些先手就可以了。是，所以实战他是白棋断上来，黑棋是就虎一个。对，虎一个是先手。对，除非你是顶在这儿。对，你可以顶在这儿也有危险的地方，就是说我这个顶一下的话你如果是长那我就这个地方又至少是个结征。
对，对，就是个节奏嘛，过来就是个节奏，而且很重。这个节，然后当然我还有可能是往这边走，是吧？有可能吗？嗯，就是要这个先手。啊，这你有可能顶过来，我有点看不清。那其实这个可能白棋就这个，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有。因为这个节白棋还是很重的，比如说我找个这个，这个都是劫啊。对，我就跑一个，我劫还挺多的，劫还是有。对，所以白棋还是不能硬，不能硬的话就是要在这里怎么补一个。对，嗯，实战是长着补。还有一个就是接吧。对，我看 AI 好像是觉得接更厚实，但这个地方就感觉可能不太好判断啊，就一个是以后有断的手段，就是这样断上去可能会好一点，对白棋来说。但是被黑棋接上的时候呢，这个字应该在这里好。嗯，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是想的是以后的事情，这个确实有点难。他这盘是从接论说呢，是 AI 说这个好一些。对，但好像好一些，好的也不多。对，他这个也没有怎么给他掉点，就是还行。应该说这两个可能还是大同小异的。嗯，那白棋走这个，黑棋搬出来。嗯，哦，那看起来黑棋还是有一定收获的啊，就下面先破了一些，然后眼见的这几颗棋子也跑出来了。应该说这一代的定型黑棋是得分了。嗯，然后现在当然白棋肯定要继续追究，就是你毕竟还没有联络，我看看我能不能再占点便宜。嗯，分段黑棋。哦，现在的话黑棋这边确实气有点紧，如果不走的话被一扳。哦，不走不太好是吧？嗯，是不是如果不走被一扳，你扳过我，这打两下我也满意了。嗯，所以就是局部要么这个或者这个，啊，因为虎的话被一扳也是气劲。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就是说在这两个当中要选择一个。嗯，这个的话是好吗？这个被白棋扳住，这个好像不能被打吧？看起来。啊，那你就那我就是挖或者粘。挖，我如果挖，那白棋这个是凶是比较凶的，所以这个我就接上。如果我能扛住的话，我肯定是很厉害。扛住了。啊，那是不是也算是撑住了？嗯，因为你粘，我就搬回去了。对。你如果贴，我这一冲。一冲。嗯，如果你贴这个，外面好像也不太行。不太行。对，这你也没有办法吃掉我这个外面。不太行。哦，那确实是不是？如果能撑住的话，白棋可能就只能去精英这边。那不是，他这可能就不能查啊？对，都不能查，不能跟这个交换。但如果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图了啊，哦，这样看黑的怎么吃一个或者联络，然后白的是走这个或者是这个，嗯，或者是这个，就是把这块空给它围起来。嗯，对。嗯，这样可能是一种选择。是这样的话，是粘这边。粘这边的话，很明显对上面好。但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不知道白棋这一带会不会还有一些先手。有先手就这边有打或者什么样的，是吧？嗯，对，就是说一旦这个肯定对上面的空好，嗯，但是如果说白棋在这一带有一点先手味道的话，那它中间可能就有点危险。嗯。嗯，但实战黑棋柯洁还是选择了这个，更看重于上面的这个目数。对。嗯，那马上白棋就长，长了一并，看起来这个棋形还是不错的。并。因为现在黑棋再硬，那白棋拐过来肯定不行。对，不能。就正常可能是要出头啊，但是这样是不是下来了？可能。对。下来了，下面就出问题了。嗯，是个打劫吧？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要打，变成打这个劫了。不，你现在提他，我还是只能走。他只能先冲断，你立。嗯。你现在挡出去，我就一般你不够了。嗯。我不通过这个打劫，你总不够的，总是劫了，避免不了是个劫。对。所以这个并一个对黑棋来讲有一点难办，
就是眼见的这手棋是要下的。嗯、那刚才这个接还真是这个好。嗯，所以说可能 AI 觉得要退在这儿是有道理的，就是这边这个棋形意外的很有弹性，就是你搬一下。对对对，这个他是没藏，就这颗子对这边跟中府都有帮助。对，但是可能实战不容易想到那么冷静的一退。对。因为这个棋形的第一感啊，如果确实让我们看，可能这个像一个好手，是往这里，对，是要粘的，对对对，棋形上，人类棋手或者说人类的思路都会这样。对，而且现在其实进行到现在，应该两个人的时间也都快接近读秒了，应该是离读秒不远了。这个 LG 被用时规则，我总觉得可以说它都有点奇怪。嗯，就它前面的规定用时很长，每方三小时，读秒是40秒。嗯，是，这是韩国规则里比较独有的，基本上我们中国比赛是没有。他们也没有别的也没有用这个用时规则的。40秒的读秒跟60秒读秒差好多。嗯，我想可能很多棋友应该没有这个读秒的体验，就是你一步棋想40秒跟想60秒的差别特别大。是的。啊。就等于说因为到最关键的时刻这20秒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对。这个对于没有时间的一方来说这个40秒还是差很多。哎呀，这个地方现在他。对，这步粘有可能，很有可能是现在这个。然后一双。对。这个棋黑的又有点。不好办。对，因为这个地方要不能给他拐住，这地方他有飞下去的棋。嗯，是的。那我们看，好像确实没有办法。黑棋还是用了一个挖的手段。这个是苦肉计想用。嗯，你如果走，他走他就往外走。对，这样你再飞的话呢，好一点，这下便宜一点，冲了一下总好的。是的。啊。但是这个白棋也是，那我就不冲了，我就直接飞。啊，这个依然是有这个手段。这个劫总是不可避免呀。对。哦，这个有问题了。嗯，这里有个劫，而且好像是看这个时候白棋如果狠一点，有可能还可以往里跳。哦。这个厉害，然后还能跳，这不也是个劫是吧？对，就是说可能这个目数上那个更狠一点，可能。但这样确实从白棋的角度也已经。他是不是怕就是说，头绪多呗？我就先提劫。对，等于说我们又要打一会儿这个劫。提劫，我要打一会儿这劫。我往里去的话，我把这劫打一会儿这个劫。哇，双方都很重。如果是这样的劫的话，是，他这个可能是更厉害一点，有可能的。对，但是可能搬这个的话对于白棋来讲会更好掌握一点，因为它对于这个劫的紧迫性比较强。对，马上就是劫了。对，不走我一接上就是。对，这个劫咱们是马上就打起来了。应该黑的提劫。嗯，白棋拐找这个劫。嗯，这个是劫财。对，然后提白棋打吃，这个也是劫财。嗯，在劫财上感觉黑棋还是有的啊，因为黑棋这边有一个劫库，但是这个劫本身对于就中府白棋应该也有劫啊，白棋就找中间的劫。对呀、这个然后黑棋可能就要找这边的劫了，但这边的劫啊，这棋很激烈啊。嗯，就是这个决定胜负嘛。对，我们也就看着好像白棋劫财还是可以，但是真数起来黑的其实也有不少劫。对，劫财黑的这些能打赢，当然就还是挺不错的。嗯，现在问题就是中间，就是说看黑棋到底是这边的原有的劫，他找了个这个劫。然后他又搬了一下。嗯，这个应该是损木的。损一点点还好。对，是不是也还好啊？损了，损木了，就是不看着你被你打掉就还一样，基本不损。嗯，他但没办法了，现在劫是最重要的，就是损不损木顾不上来。对，那你看白棋这也是损木的，白的也是损木，对。对，所以说现在双方的重点就是这个劫争到底怎么回事儿。
黑棋走这个的话，黑棋走这个白的还有断的劫材。嗯，如果局部来说，我是不是尝试去会好一点点？哦，也不一定啊。啊，这样就是白棋可能要分段，然后你，啊，但我分段很损目。分段我也不知道一定是先手嘛，分段。分段，如果你算是先手吗？也不一定哈，啊，这个我这不是，你走这个好像不一定是先手，真的不一定是先手。嗯，就比如说这样，我就补了。啊，补了，我这个还是先手。嗯。可能如果这个是先手，感觉白的要黑的要死吧，就这么走一个。啊，这个是还是先手，那也那个，也还是有劫，所以他也搬在这儿了。嗯，然后现在白棋提过来，粘一下以后提过来。嗯，黑棋又要找劫了。哦，这个就是劫的胜负了。嗯，看看黑棋怎么找。哦，黑棋找这个感觉也是有可能损的，损一点点。不是，这个总是劫财，但是。有点损，但是可以留在最后找吗？这枚最大是吧？没有了是吧？这个劫是有一点点损啊。对，因为本来我们看成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就是你还是很有可能把白棋挤回去的。嗯。但现在这样的话，如果说以后看成提一下，应该是多少损一点点。提损一点点，嗯，但是不多，损了一点点。嗯，白棋。啊，白棋找这个也这个基本不损。基本不是，对。提，又到黑棋找劫了。哇，这盘棋可能劫材非常的关键。到了现在，哦，黑棋的这枚劫是不是有点损啊？黑棋啊，粘这粘住了，粘跟打吃交换，是不是有点损？粘住四劫吗？四劫啊？粘住，啊，是算是劫吧？嗯啊，这个粘，哦，这个有断还是解，还是解，嗯，对，有一个不入气，但是很亏啊。嗯，哦啊，粘被粘，哦，粘粘在这儿了他。嗯，他不能走这个。嗯，走这个是先手。对，所以他就是要对用这个。对啊，粘上。啊，提劫，看看白棋找什么劫。哦，白棋也是损劫，白棋搬一个。哎，这钱不一定的，我觉得还挺符合。对，很激烈啊！这盘棋应该就是这个决定胜负，啊，看看到底会打成什么样。提劫，黑棋搬一个，搬一个，损劫。嗯，省劫肯定是省劫，他靠这个长气已经把你吃了，嗯，但是他可以硬在这里。对，这个是真的损目了。这个肯定是损目了，嗯，这个真的损目。对，那损目完了之后，嗯，假如这个劫能打赢还怎么样呢？对，看损的成本够不够。对，对，是要打赢嘞。哦，白的先提，啊，可以的提，就在打打这个劫，打吃。嗯，这样。啊，这个劫的话，等于这个就不实现掉了。对，这就不实现。但是白棋等于也提到下面了。对对对对。也有收获。就白的觉得这个地方官子已经占便宜了，对，嗯，他好像现在又有可能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有回旋的余地了，嗯，这个劫可以输了。对，所以我们棋也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一个格局啊。看看黑棋啊，黑棋这边倒是劫，有劫。这个是劫材。嗯。这个肯定要硬，对，对，然后提劫，看看白棋找什么劫。白棋找的是，哦，白棋找这个劫。哪个劫？打吃，打吃不损吗？打吃倒也还好，还好，完了、嗯，可以找这种劫吧。好，那就是打吃。对，提。提黑棋粘，这是一枚本身劫。嗯，冲。嗯，白棋冲。黑棋还有一枚，这个地方。黑棋还有一枚劫。对。嗯。黑棋提劫。对，黑棋提劫。然后看看白棋啊，哦，白棋找这个啊，白棋也还有呀，白棋。就是白棋有，所以黑的不能硬了。哦，所以那这样形成一个转换。嗯，提掉。嗯。哇，哦，那这样可能要点目了，因为嗯，等于说。
白棋有了这些收获，但是呢可能打劫的过程中双方都损了一些目，这个可能最后要再去整体的判断一下。这个我觉得白的还是便宜，还可以是吧，总体上。嗯，因为这里你亏目了。嗯，然后中间我可能稍微对有一点点。你这里的话是因为打劫，你是打在你的里边，你涨不了几波，这边白的涨的也不少。嗯，黑棋可能还是中间可能获利多一些些。对，那我们再收一收看一看。好，现在白棋吃到这儿，吃掉这。哎，黑棋看看收啊、哦，黑棋这个很大，那就收这个。嗯，这个挺大的。然后白棋收的是，这个也不小，提掉也不小。对，那我看一下白棋收的哪一个官子啊、哦？这个，所以这个也很大。嗯很干净，对，就是厚，但是不过刚刚因为刚刚说沾完有先手，对，现在其实已经吃掉了，但是本身目也挺大的，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目其中有了，对，十来目总有了，对，也是看得见，对，吃掉，黑棋打吃一下是他的权利，嗯，白棋接上，嗯，黑棋先走最，哦，这个上面本身白棋可能以后自己是以后是怎么围的，这样走一个呢、啊、你说白就如果不走的话，嗯，不走什么这一带走这个吧，还是就搬、嗯、反正就这两步棋都很大，也有价值，挑一个，嗯，现在他这个地方就看着黑的就心态很好的看着是白棋 的权利，嗯，那这样的话他其实粘一下还是挺损，嗯，对，等于本来是黑棋脚上可以点出七目，现在被白棋先手提一下。是啊。嗯。对，然后看看白棋收的两百，啊，打一个。吃。哦、这个是先手没有。他的权利。哎，这个地方是他是这么收官的吗？还有后续手段吗？嗯如果是断一个。没有啊。嗯，什么也没有啊。哦，我走不到啊，确实。嗯、对，这个是这样收便宜、哦，我没觉得呀。嗯，因为我如果能断到的话，我就有气了。但是断、哦、不是，它有个这个扳。嗯，是不是有个点？啊、哦，直接点这个。有吗？点这个。好像也不见得有。哎，我就吃。是我。啊、哦，吃被单断就，啊、哦，那就是街上好像没有，怎么起也没有，嗯，好像是、啊，那这个关子大吗？这个、不是，是，并且他这么收对不对？啊、哦，他是事先手，我们看一看。啊、哦，那再看一下，如果是，哦，哦，我就搬了断嘛。断了断这个、啊、断这个，我突然没反应过来，您吃哪边我就搬另一边，还是有气的，吃这个我就搬这个有气、啊、嗯，对 对, 对，我光想着单断了、这个、对、嗯、然后如果您吃这边我就搬这个，这还是有气的、哦、嗯，有个结，那先手，那就算先手我也没觉得它便宜嘛。不是这个地方，嗯，这地方因为你什么都不下，他也就并一个嘛。嗯，然后这俩并一个还不见得并了，我觉得绝步是不是还是这么好啊？不，他也挺难受是吧？我可以接上，如果这样走的，哎，这个是不用接的吗？嗯，好像没什么。这可以搬，好呀。啊，但这个粘先手就是粘是先手，不是先手就，我现在。哦，这有个挤了是吗？对。啊 ，OK。这等于是他看到这样的话，嗯，他觉得也算是定型、嗯、好吧，我看看他这个定型，似乎倒也不亏，我觉得对，就是，但是也看不出便宜，也差不多也没有觉得他便宜，但就是定型了啊、哦、这个地方也还是挺精妙的、嗯、先搬一下断，再端一下这个，嗯，这个绝不是出奇了，对，打劫了，就是你吃这个的时候他搬这个，对，下来他就小劫，嗯，你吃这个的时候他搬这个，对，嗯，这个、你一打吃我就给你做劫，是，这个有个劫，所以黑的是要补一个，嗯
后白棋跳这个。嗯。嗯。对。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嗯、哦，黑棋收这个，白吃。白棋冲。这样如果你围这边它这个子它实际上是粘的这个，但这样白棋先手冲一下、嗯、黑棋的这个吃其实价值就没有那么大，对对，然后再糊一个，嗯，黑棋搬掉，嗯，这个不走被冲了打一下是逆收，就跟着硬，然后黑棋，黑棋把这个跑出来了，哦，推这个，这个大概就这么那么定型了。对，白棋去哪定型了一下，我看看他走、哪里交换了一下是吧？对，我看看他是哪里打了一将，不是打将、啊，是走黑棋走了一个，走了一个他才走的。对，我看他收、哦、他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他跑出来。嗯。现在白的外边有一个提这个，也有点没想到他会啊提这啊，不过确实提了。如果我能再提呢，这个目还是就本来这种劫大概就是两目，但是如果我要是能再提到，我肯定就超过两目。这个也不小啊。嗯，眼见的就是一二三。三目。嗯。对。啊，所以因为他挡。他不想被打吃、嗯、所以再挤一下，嗯，然后这次肯定是不能被打吃的，对，打吃了再把这个加了都没目了，嗯，那以后有可能还要被扑回去，对，他就提回来劫、嗯、提劫来的点一下，嗯，这劫还是挺细的，嗯，提劫，哎，没有提劫，白棋不提劫，找一找白棋，白棋没有提劫，白棋是收了一个官子，棋盘上还有哪里还有官子可以收？哦、吃这个啊、这个哦，这是一二三，三有三分之一，嗯，哦不止，哦没有，就止了，就三有三分之一，啊、哦。对，没有了，就三有，就是本身就这地方两目，嗯，这地方有三分之一目，一有三分之一目，三有三分之一目，对，可以，这个也是势大了，嗯，小官，嗯，但感觉从白棋的这个招法上看啊，感觉他应该是觉得还可以，白的要赢，对，因为如果形势不好的话，嗯、肯定是想提劫，对，肯定想，就从我们这个手谈的传递出的语。对对对状态来看，感觉白棋如果劫都不提的话，嗯，他应该是觉得还可以，嗯，那黑棋相应的粘上，对，啊，白棋这个地方搬一个，搬一个，这个如果是看成黑棋能够搬虎一下，那就也是有两目，也还两目对吧、嗯？两目肯定有，对，看一下，自己冲，嗯。冲的话白虎吧，嗯，看一下好像嗯挡住，嗯，对，这个挡打吃一下黑棋的权力，可能慢慢的这个棋就要收的差不多了，小关子了，很小了，对，已经是小关子了，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目的，粘上一起冲了猴吊，嗯，冲了猴吊，对，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到底怎么样，其实真的差不多快收完了，276，嗯，打着一下基本上就定型的差不多了，怎么样曹老感觉现在挺细的，还是挺细的是吧，嗯，
啊，这个对，这个有点掉，换一个字吧。这地方还有可能有个结。嗯，现在该黑棋收，黑棋是走一下这个不会亏。嗯，然后收的是这个，这个是你最后。哦，他主要是连贯的，他打完一侯，打完一侯，相当于最后收一个，对，你收一目。对，是就这样。嗯然后没了，没什么。这个冲掉了吧？这也没冲掉。哎，一直没冲。哎，这个没冲，这也是一目一样的。对。啊不，这个味道好一点。这个否则打完也不准备还搬一个，你也很难受。搬一个就是两目了。嗯、对，看一下白棋现在收的是。白棋应该是冲一下吧。啊，白棋收这个。啊，这也一样，这也一样。嗯、这个下面有打吃。对。然后黑棋打吃掉，打了粘掉，嗯，这个基本上也就不会在这种关子阶段，基本上他们的水平也不会再有出入。对，对，啊、哦，但这把哎没有，他没收这个，没收这个啊、哦，先冲中间，把这个逆收一目冲掉，然后打掉啊、这个哦，把最后把逆收的这个也打掉了吗？这个打掉你还不打掉吗？哪里还有一目啊？他是不是觉得这里没有木了哈？没有木了，那其实黑棋可以打掉。黑棋应该打掉的呀。嗯，黑棋没有打。对，如果黑棋打掉的话，一样，就是不，肯定是打掉好啊。嗯、打掉就少一个单棋，现在黑的要把这个单棋打赢了才一样。嗯。因为韩国规则的话是没有积极收后的。哦。如果是中国规则的话，跟收后还有一些关系。对。嗯对，那我们再看看现在他没有走，这不打没理由哎。嗯，应该总是打掉会好，对吧？嗯，没有打，是直接走了。对，那这样白棋，哦，白棋搬再搬一下，搬一下，哦，搬一下，因为这里有一个劫，他就哎还是要打劫，还是跟有一个劫。没有了，没有劫了。嗯，那所以黑棋亏一步嘛？对，黑棋还是应该把那个吃掉。黑棋怎么明显亏一步嘛？嗯，黑棋还是啊，黑棋肯定亏一步，可能跟胜负是没关了。嗯，但是无论如何打吃的时候，黑棋应该把最后一个逆一给收掉。对，嗯，对，这个没有打吃，又被白棋走回来了。对，是的，这个是打掉了白棋。嗯，然后。黑棋是等于是粘结，嗯，白棋粘结啊，对，还有几对，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啊，那确实白亏了，白亏一目，最后、嗯、等于最后的时候黑棋亏了一目，但是我们看这样的话，可能本来输半目变成输一目半，有这可能性，啊，或者输本来输一目半，现在输两目半了，嗯，最后好像是三目半，啊、三目半。哎，关子还没下完吗？这是三目半。哦。最后一手。那白棋接、嗯，黑棋接，白棋接。对，然后因为韩国规则的话是不用把单关收完就直接点目的。嗯。那本来是两目半。嗯，两目半。嗯、对，那这样的话是这个申真谞九段啊战胜了柯洁。嗯闯进了决赛，将会跟我们的杨鼎新九段啊展开一个冠军的争夺。这个最后出冠军要明年了。嗯，觉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一月份还是二月份的时候是、嗯、现在是26届，第25届的冠军是今年出来的。对，啊，是的，所以可能这个决赛的最终啊，我们还要看这个杨鼎新九段能不能去这个抵抗一下申真谞啊，因为确实申真谞今年其实他除了在刚刚的这个三星杯输给朴廷桓，可能稍微让大家有点意外以外，他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好的。几乎没输棋，对，胜率非常高，嗯，是吧？就除了输朴廷桓。嗯，朴廷桓他输给朴廷桓之外，他好像别的对手他没输过。
对，而且其实，确实，而且其实朴廷桓今年的成绩也很好，所以在之前就是三星杯之前啊，可能，我们大家也在说，就可能觉得中国棋手相对而言，因为比赛嘛，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正式比赛的没有那么多，所以对他们状态有一定的影响。那最近呢，我知道就是国家队也就是开展了一些就是他们的日常训练，然后马上呢，我们的中国棋手其实在 LG 杯的八强是很给力的。就是三个人、对三个人的外战都获胜了、然后呢就是帮助中国队能够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三个人、对，有三个人去围攻一个申真谞，但是现在申真谞又把我们这个中国围棋的第一人柯洁击退了之后呢，那肯定决赛的话又要看杨鼎新九段的发挥了。对对对，是，其实那个虽然中国棋手四强中有三个人、实际上就是两个人嘛。对，有一盘内战要内耗掉了，要消耗掉一个。是的，那我们看到决赛呢是在明年的就是2022年的二月份啊，会7号、9号、10号是预定的一个三番的决战。这个还是在应该还是在春节假期中差不多。对，到时候我们年终，对也可以在放假啊，在春节当中去享受这一场巅峰对决。因为韩国的习俗，他们也有过春节，但是他们的假期没有那么长。对。是的，所以到时候我们就给这个杨鼎新九段加油。那曹老，您感觉今天他们两位的发挥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发挥中的两位棋手还是挺好的。我这个对两位棋手表示一下敬意，真的是，就是前半盘几乎就是五五开。一直就是五五开。对，尤其下到这儿，其实已经150多手了。对，但是双方还是都非常接近。水准很高。对，然后到后面，其实黑棋这一带也下得很精彩，可能就是这个靠完之后啊，这个地方我们的第一感是在粘。对，但是可能柯洁的第一感可能不，我不能说柯洁的第一感，柯洁实战也下在这里了。对，但可能就是说，至少这种棋形啊，大家如果在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粘的感觉会更强一些。对，然后可能这个地方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之后，白棋其实下的也都水准比较高，然后在这儿形成一个结争。是。然后这个结争也很激烈，但是最后感觉好像还是黑棋损的有点多，就损完之后让白棋。这里也损了，就是白的就吃这个就够了。对。因为之前曹老也说是决定胜负，但是确实最后白棋其实这儿的收获和这个结争相比也是挺大的。他对这里有收获，这个后来先是提掉了。对。其实少损一下，黑的不接白。不和白的交换，下成这样，可能就够了，胜负就翻转了，就差一枚劫财这个地方。对，所以确实，今天我们柯洁九段输了，那可能大家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多少心里会比较遗憾。但确实，两位棋手其实为我们奉献了很精彩的一个对决，水准非常的高。是的。好，那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其实我们也对棋手进行了一个采访，那我们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今天这盘棋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形势还不错，然后后面其实后面跟大家看决议看那个 AI 好像是一直都误拍，然后也没有喊过，所以后面在后半盘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觉，没有注意到他有一个病。然后总的来说，这盘棋，后面2秒确实，时间确实有点紧迫，然后自己下的也没有下出最强的手段，然后总的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吧。然后，就是我可能还是得多锻炼后半盘2秒的能力，这后面下的有点慌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然后就错就错出了，就下输了。是，那个能感觉到柯洁还是挺沮丧的。对，这个有那个笑容有点苦涩。对，是因为这个像今天其实棋上的内容我也听到，他说就是有一阵也还是比较迷茫，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下。是的，这个棋是挺难的。我是觉得这两位棋手今天这盘棋是发挥出高水准。质量很高。要说黑的败招，难道是这手接？这个真的是，
可能也是对手确实发挥也很出色，可能就是这种毫厘之间的差别，但是因为对手的高水准，可能他们之间的胜负就在于这种一个很细小的地方。好像就是这盘棋，申正旭对申正旭来说，决议给出申正旭低于50%胜率的时候，就是这个一瞬间而已。对。是吧？就这一两步棋。对，就应该说就是从这儿开始，稍微白棋是跌到过40多，然后到这步如果退的话是到30多，是这盘整个这盘棋白棋的胜率最低点。就是黑的如果这手接这手接贴到这里是吧？对。是的。其实我看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评价，就是这手棋靠这个真的是就是说。因为导致白棋导致黑棋这个接下出了一步败招，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就是白棋这手靠就是胜招了。对。但是这手靠不在决议的推荐里边。对。可能别的下法，他有超过40%的胜率，就是这个靠不选这个靠，因为靠了之后，假如黑的是退到这儿的话。黑的是有60%几的胜率，对吧？那么，但是就正因为这个是决议推荐之外的一手棋，决定了本局胜负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这个也是说明就是申正旭啊，这个胜负的嗅觉非常强。对，而且这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人类棋手，觉得会更有那种。就是那种情感的，就是因为我们会受到一些这种波动。那如果说是两个 AI 的话，那它可能也不会出现这样，就是不在它的选点之内，但是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因为在 AI 的下的话，如果两个决议下的话，你下这个那决议会选择会在这个地方。是的，这种地方的错误是，我觉得对人类棋手来说也是很难免。但是反过来，这种地方申正旭下对了，也说明他的强大。是这样的。对，所以总体而言，这盘还是一个很高水准、高质量的，也展现了他们两个人为什么长期能够作为我们中韩围棋等级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那所以其实也想跟这个我们柯洁九段说啊，就虽然刚刚在这个采访当中表现的还是挺苦涩的，但我觉得他其实在跟朴廷桓的这个八强当中也是下得非常好，而且未来呢，其实他跟申正旭的交手还会有很多很多，所以他其实只要调整好自己，然后在下一次的对决当中有好的发挥，我们也很期待他之后能够再有好的表现。是的。对。那个曹老，您觉得就是杨鼎新的风格和申正旭的风格上有什么您觉得有什么特点吗？杨鼎新我觉得他的棋特别厚实，是不是？对，就他特别厚，但是他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就厚的反面有的时候会有点缓，就是要注重，还是有的时候厚，当然厚的对的时候是蛮有力量，但是就是也要注重就是子的效率，他有的时候。有几盘棋，我看他是过于厚重。对，是的，所以可能我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棋手或者是解说的时候会说，就是如果杨鼎新的这种风格，他其实下白棋会更舒服一点。因为相比之下，对于黑棋的这个子效要求很高，因为黑棋有这个贴木的负担，它可能要就是这个平衡要更难把握一点。但是反过来，白棋如果我能以一个就是比较好的防守姿态，但是呢又能把这个战线拉长的话，可能就是杨鼎新九段比较擅长的格局。对，其实现在很多就是说，不要说是用中国规则贴那个3/30，就算是日韩规则，现在贴6.5/6。我想也有大部分的棋手，应该也是大部分棋手还是喜欢下白棋。对，虽然觉得贴6.5/6的时候下黑棋的心态会好很多。对，所以这个、对杨鼎新确实，好像是更但是如果三番棋的话，反正是一盘黑一盘黑，就是如果有决胜局的话，第三盘是拆先吧。是的。这个是我们就是现在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杨景星的身上，还是很有希望的。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高手之间真的是在好理智之间，就是一步棋，嗯，真的就是一步棋啊。对，所以今天确实两位棋手不会像我们之前可能有的时候看一些棋局，他的这个胜率起伏是比较大的。但其实今天这盘棋，两位棋手基本上没有这种很明显一下掉点很多的这样的问题手，也是体现了他们的一个不错的竞技状态。对，两位棋手布局就下得挺好。嗯，也很熟练，感觉就是虽然可能这个点是一个不那么常见的，但其实双方的应对也都很快。是的。对，然后当然就在这一代可能确实这个格局有点难，当时黑棋在这个飞的时候是想了挺久的，但从实战的效果来讲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让局面两分过渡了。是、是的。对，好。这个不这盘棋总体上来看还是、还是小胜还是发挥好，但不是说因为他最后的是胜利者，就是从其他内容上来看的话，他对胜负的敏感度还是要比柯洁要强一些。所以确实现在申真旭是我们中国围棋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对手。当然朴廷桓也对，当然朴廷桓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就是说这些年吧，像朴廷桓也。朴廷桓从来就是对手吧。对，而且其实在现在的世界棋坛，我觉得很多都是年轻的棋手，然后很快的成长。但是朴廷桓今年在三星杯的表现呢 也说明了一个，对，28岁的可能现在在我们棋界都有点算偏年龄大的棋手，但他依然战胜了今年状态最火热的申真旭，然后拿到了自己的第5个世界冠军。是，申真旭今年国际比赛就好像就输朴廷桓这两盘棋。对，其实今年的话应该世界比赛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对，卢鑫杯还有，但是对申真旭来说是没有了。就这个月的11月26号开始还有卢鑫杯第二阶段的比赛，但是申真旭应该不会出场。对，因为他可能应该是要当主将，所以申真旭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是发出过豪言，他最出色的是今年，他要在世界比赛中争取一盘不输。后来过了没多久，他就更正了一下，他说可以在番棋的比赛中输一盘，那么这个目标呢，对小胜来说好像是差一点实现。对，如果今年他在决胜局三星杯决胜局第三局赢朴廷桓的话，那他就正好今年他输了一盘棋，输给朴廷桓。他现在是没有实现他今年年初的这个豪言。对，但其实这个豪言其实也侧面就说明了他的实力，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比赛的对手都非常的强，就哪怕是像我们的柯洁九段，他已经拿过了8个世界冠军，但他也很难说就是在一年整个世界大赛中所有的这种单败淘汰全部获胜，就全部去走进决赛，或者说甚至拿到冠军。但小申今年就是除了刚刚结束的三星杯没有实现以外，那其他的比赛他确实是一路过关斩将，闯到比如说4强或者决赛。对，对于小申来讲，他现在其实已经 LG 杯是一个决赛，还有就是之前一直因为疫情耽搁的应试杯，对，应试杯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还是4年1届的这样的一个大赛啊。对，所以小申现在确实是状态最好，然后也各方面吧，都感觉这盘棋也体现了他过去可能后半盘还会有一些小问题，但他现在感觉也越来越自己也会进步，然后更加的全面，成熟了，真的是，确实明显的感觉到小申也是在成长啊，这个一定是我们中国围棋一个长久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对手。
对，所以我们也是给我们中国的国手们啊加加油，无论是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是相对年轻的一些棋手，那大家肯定也都会以深圳旭为目标，然后刻苦的训练，然后争取在这个各种的比赛当中能够有好的发挥。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盘半决赛的直播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